耶！呜呼，太开心啦！年度最佳单曲，真的，刚这个很多首都很厉害，有没有哈？心情如何呢？大家就觉得这好像这首歌得了很多奖，因为金马奖拿下了最佳原创单曲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如果别人谁说得过就不能再得的，是的。谢谢。你自己本来有想得奖感言吗？我自己吗？有，我今天来的路上就，所以真的很看得开耶。因为就是已经得过了，是，就是，但是不一样，这是不一样的感觉，对对对，拿起来还是蛮爽的哈。对，请拍水，请拍水。平常心，我今天就是因为刚好那个瘦子跟蛋堡坐在我前面，然后我们很久没见面，所以刚刚聊得很开心。今天比较像是来参加一个同学会的感觉，殊不知就带了一个讲座回去了。对对对，请拍水，请拍水。但是真的很棒，我刚怎么介绍你，你有听到吗？三金满贯王，满贯很厉害啊，金钟也拿了，然后金马拿了金曲。没有，因为这个，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，因为我以往入围都是我自己写的歌嘛，那这次其实这首是我是只有唱而已，所以我觉得我是沾光啊，比较不一样。对，制作跟词曲他们都，我觉得他们是很厉害，真正大功的，对对。而且我觉得又搭上戏，然后真的很让人很有一些感触，很幸运。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找到疗愈的力量，真的好。